那么啊，我们知道这个对话呢，主要是在两个男孩子之间，是刚刚知道了这个北京申奥获得了成功，两个人呢分享了喜悦之后，谈论了一下，这是啊中国曾经与强大的竞争对手巴黎和多伦多进行竞争申奥这个举动，而后呢有幸今年2008年获得了申办的权利，然后接着又开始谈论这个奥运会对中国的哪些影响。那么首先说在这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影响，其次是让中国啊让世界开眼来看中国，更加的了解真正中国的国民实力啊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一种地步。那么再接下来呢就说到了说个人作为学生可以为奥运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两个人又进一步的探讨了一下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新口号叫啊崭新北京崭新奥运啊这个口号。然后接着呢又传达了一定的愿景，说希望呢我们中国将会为世界提供啊开展一次最为盛大的在历史上最为盛大最为精彩的一次体育盛会啊这里。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对话当中有的一些知识点。那么首先这个 Hadithun An 啊表示什么什么的对话，接着后面整个的一连串的短语啊 Istidafati Bekina Lila El Abir Olimpiyeti 意思是北京申奥，然后一个词 Bushora 那么表示好消息喜讯，比如说这个乔迁欣喜或者说喜结良缘啊这些喜得贵子这些好的事情都是啊可以用这词。那么 shahada television 意思是看电视，接着这个 faza b 表示什么啊赢得获得，那么 b 后面接所表示赢得获得的东西，后面一连串的短语 sharafi istidafati daurati la al abir olimpiyeti 那么这个也是表示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殊荣啊。然后下边短语 qarara alajnati olimpiyeti duoliyeti啊，表示说是哎，奥委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决定。那么接着是这个 kit to can 类的残缺动词，它的用法啊，在这句话当中，我几乎飞了起来。然后为什么而飞？后面用一个词啊，名词 farahan 作为这个原因的解释。那么这个 farahan 在句子当中做的是原因、目的、状语啊这种表达方式。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巴黎干舍利丹意思是非常的哈，非常的焦虑忐忑不安。然后接着再往下 Minnal muduni le gadarati alalisti dofati 表示说是有资格申办的城市，有资格申办的城市。然后 Shakara alal 啊介词感谢的内容在 alal 的后边 Takdimi le forasati li bakina 是为北京提供的机会。再往下这里啊 lihada atharun adimun 啊是起到一个巨大的作用巨大的影响。然后后边这两个啊这个短语 anahiyati siyasiyati waliqtisadiyati 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再往下 wafara furasan li 啊就说啊提供一样的什么样的机会是为了干嘛干嘛。后边这个短语Tahsini ma'arifati al-alami bisun 意思是啊，就是完善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了解。再往下，这个 nahnu tulab 是一个插入语啊，一个强调主语，表示说我们作为学生这个身份。再往下 ，ijtahad fi 表示说努力做什么什么，勤奋干什么什么，在 fi 的后面，然后短语。Ala ahsani watching 表示以更好的面貌更加的状态啊，更加的这个形式出现。这里这个短语 Ruhi al olimpiyadi 意思是奥林匹克精神，那么这几个叫 al ala 更高 wal asra 更快 wal aqwa 更强啊，这三个词。然后这个动词 istaadali 表示准备干嘛干嘛啊，准备好啊，做什么什么事情？它和 gigi 是 ali 表示说实现口号、实现目标啊。这里，
然后后边一连串的 God damn li fulanin 什么什么啊，谁为谁某个人提供供给承上什么什么，下面三个啊正这个表示这个正片组合表达的啊是叫最好的体育设施、最好的环境和最佳的服务啊三个短语。再往下是这个 ara yuri 这个动词的使用，它呢是一个及三物的啊动词。那么前两个宾语呢是要加冠词的，第三个宾语是泛指的，就是不确指的啊这里。然后后边这个短语 al hadathi al riyadi al duali al azimi 意思是盛大的国际体育盛会啊这个短语。然后再往下也是最高级，叫 Adoman wa Arwa Dauratin， 最棒的最精彩的啊运动会盛会短语 Fi Atarihi Olimpiadi， 在奥运史上的啊在奥运史上的最好的。好，那下面呢我从头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一个对话的啊内容，这个关于北京申奥的对话。好消息好消息，你看电视了吗？啊，我看了，北京啊获得了2008年申办奥运会的资格。当我听到国际奥组奥委会的决议的时候，我几乎高兴地跳起来了，我也是。但是在公布之前我非常的忐忑，我担心中国会第二次申奥失利。这很正常，因为巴黎和多伦多两个城市都是有资格举办奥运会的。我们应该感谢国际奥委会给中国提供的这次机会。那么这次奥运会，这次盛会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同样呢也会为世界进一步完善对中国的了解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我们作为学生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该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现在是学生，那我们将会作为08年奥运会的志愿者。你说的没有错，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将阿拉伯语掌握得更好。是的，我们以奥林匹克精神以奥林匹克精神作为学习和工作的一个基础，它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我们也准备好去实现我们的口号“新北京新奥运”。同样呢，我们也将为奥运会提供最好的体育设施和最好的环境以及最佳的服务。同样，我们也将让世界看看中国是有能力举办这样的国际体育盛会。08年的奥运会将会成为奥运史上最大的而最精彩的一届。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对话的基本的全部的内容。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从头啊，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对话，重新温习一下我们讲到的一些知识点。حديث عن استضافة بكين للألعاب الأولمبية. بشرى، هل شاهدت التلفزيون؟ نعم، فازت بكين بشرف استضافة دورة الألعاب الأولمبية لعام 2008. عندما سمعت قرار اللجنة الأولمبية الدولية كدت أطير فرحا، وأنا كذلك، ولكن كنت قلقا شديدا قبل ذلك، أخشى فشل بكين في استضافتها مرة ثانية. هذا طبيعي، لأن باريس وتورونتو أيضا من المدن القادرة على الاستضافة. علينا أن نشكر اللجنة الأولمبية الدولية على تقديم الفرصة لبكين. سيكون لهذا أثر عظيم على الصين في
أنحيتيني أسياسيتي والاقتصاديتي وسيوفر أيضا فرصا لتحسين معرفتي العالم بالصين. ماذا نعمل نحن طلاب بعد نجاح بكين في استضافة الألعاب الأولمبية؟ نحن طلبة اليوم وسنكون متطوعين لدورة الألعاب الأولمبية في عام 2008. صدقت، فعلينا أن نجتهد في دراسة ونجيد العربية على أحسن وجه. 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对话啊，我们讲到的关于申奥的情况。下面啊，这里啊，不好意思啊，这块还没有读完，还有一部分。نعم ندرس ونعمل بروح الأولمبياد الأعلى والأسرع والأقوى ونستعد لتحقيق شعارنا بكين الجديدة والأولمبياد والعظيم وسنقدم لها أحسن المنشآت الرياضية وأجمل بيئة وأفضل الخدمات ونري العالم الصين قادرة على القيام بمثل هذا الحدث الرياضي الدولي العظيم. إن دورة الألعاب الأولمبياد لعام 2008 ستكون أعظم وأروع دورة في التاريخ الأولمبي. 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对话。